第十五题，耶诞节快到了，胖虎应景地演唱了乔贾斯汀的耶诞单曲，并请哆啦 A 梦在胖虎最后拉尾音时，利用道具天气箱，在不改变湿度及风向的情况下，将空地的气温从15度 C 持续降低到负15度 C， 并降起雪来，已知在干燥无风、温度零度 C 的空气中，声速约为每秒331公尺。当空气气温每上升一度 C 时，声速就增加0.6公尺。请问，在胖虎拉尾音、音调不变的过程中，胖虎声音的波长将如何改变？那么题目的叙述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气温比较高，我们的声速会比较快。那我们现在从15度降低到负15度 C， 我们的温度在降低，所以我们的声速在变慢。而我们的公式是 V 等于 F 乘以浪打，声速等于频率乘以波长。题目告诉我们说，拉尾音的时候音调不变，也就是频率不变，可是我们的波速会变小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波长就要变得比较短。所以我们的第15题问说，胖虎声音的波长将如何变化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持续变短。